尊敬的诸位法师、诸位同修，大家早上好。好，我们昨天讲到了居有常，业无变。这个业啊，有学业，有道业，还有家业。要把家庭维系好，夫妇的共事，夫妇的经营啊，就相当重要。那家庭当中有两个最重要的责任，一个是经济责任，一个是教育责任。那我们昨天也提到，在古代啊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所以这个教育工作啊，就属于母亲啊，在家里相夫教子。但是现在的社会啊，很多是夫妻都在外工作，所以就有一个新的名词产生，叫做代理父母。好，现在代理父母给谁做了？好，佣人做了。好，那佣人会做成什么样子呢？带小孩子去买菜啊，那很好啊，也是一个学习啊。佣人对待孩子啊是什么态度？把他当什么？把他当小皇帝看啊，他是佣人啊。所以佣人带出来的孩子啊，生活能力啊就特别差。他可能要出门的时候，坐在小椅子上啊，双脚一摊，等着人家给他穿袜子、穿鞋子，在家里可能什么事啊也不会做。到学校去，老师分配给他扫地工作，说某某同学啊，这一片地上啊，你好好扫一扫。他可能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给你钱，你帮我做。”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他生活能力啊就很差。那当他生活能力这么差，往后出社会能不能一帆风顺啊，就很困难，可能还成为啊团体的负担，因为生活习惯不好。这个是在啊他做事方面。再来，好像很多地区啊还请外劳，那外劳的话语言能力怎么样？就不好，在讲自己国家的语言啊，讲不清楚。所以这一些佣人带出来以后啊，孩子的语言能力啊就快速啊下降，所谓一代啊不如一代。而语言能力啊是一切学科的基础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我在教书过程，很多的孩子啊，他社会科、自然科、数学科很差，是因为他连啊考试的题目啊都看不了解，所以整个学习啊就完全拉下来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假如把孩子交给佣人啊，要教出海的好的孩子啊很困难。好，当下一代教不好，我们再有财富、再有地位啊，事实上你每天呢、啊、还是非常担心，不知道孩子会不会再捅出什么篓子来。这第一个，佣人。第二个，爷爷奶奶，隔代教养。隔代教养，那因为有爷爷奶奶的帮忙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生了孩子以后马上怎么样，就丢过去了。其实啊，这样对为人父母者好不好？没有责任心啊，生了就应该好好的教啊，而不是啊
推给父母，这样的父母会累得半死。那很多年轻的夫妇啊，可能到放假期间啊，礼拜六礼拜天啊，就带着孩子啊回爷爷奶奶家，这么一进门，自己啊夫妇呢就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孩子就在让他在那里跑来跑去，那爷爷奶奶呢在厨房非常的忙碌，可能一大早啊就要去买菜，买回来又要赶快煮，结果中午了，来叫他们吃饭，夫妇俩说哦吃饭了，然后一起吃完饭，吃完饭以后呢就说啊爸爸妈妈我也该走了，拍拍屁股怎么样离开了。所以这个他的父母啊等他们走完之后啊坐在沙发上呢觉得很累，然后就想还不如不要回来了，好一回来也不帮忙啊，就只是回来交代一下，所以这样算不算晨则省昏则定啊？那就是做表面的晨则省昏则定了，那是增加父母的负担，所以应该回到家夫妇两个主动帮忙一起啊去煮这一餐饭，而不是啊让爷爷奶奶又忙得不得了。所以相同的父母啊已经上了中年进入晚年了，我们不要啊再增加他很重的负担。再来，因为爷爷奶奶啊他们年纪比较大了，中国人说啊要含饴什么弄孙，那含饴弄孙啊可不能每天含饴弄孙，一定会把孩子怎么样宠坏了。所以教育里面呢、很重要，要恩威并济。所以我对我的外甥啊就特别凶，因为啊业不重啊不生娑婆，所以我那个侄儿啊刚生完啊隔天就到我们家去了，结果呢我第一眼看到他，他的眼睛转来转去，一点都不像啊刚出生的孩子，眼睛很锐利很聪明的样子，所以我对他都不苟言笑，特别严肃，因为一定要有人啊压得住他。那我爸爸妈妈就很疼爱他，常常都告诉我不要对小孩这么凶。结果过了几个月以后啊，我母亲有一次呢气急败坏跟我说，哎还是凶对了，他都骑到我的头上去了。所以爷爷奶奶带啊很多情况啊会放纵小孩，小孩一养成这一些骄纵的习惯呢、就很难啊导正。好，再来，很多孩子一下课啊就交给补习班老师，现在人有一个认知啊，好像觉得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只要有我有钱啊我就可以把孩子栽培好。其实这一个想法还要细细去推敲。我自己在上初中的时候，因为小学从来没有补过习，那小学有补习的同学啊上了初中以后啊跟我们的成绩啊越差越远，这个现象啊我还没有去思考，只是有留下这个印象。后来我自己带班前十名啊差不多一半有补习一半啊没有补习，那我就开始仔细观察这些有补习的同学啊坐在底下，假如今天啊上的课呢他在补习班已经上过了，
他坐在底下会告诉同学，这个我会了，这个我会了。他专不专心呢？不专心。假如今天上的是他还没有学过的，他的心里会怎么想？没关系，下午啊到补习班啊还会教，所以他就不专注了。一个孩子假如不专注了，能不能把书念好？不可能。再来，他们在考试前夕啊，绝对都是抱着一张大大的纸，叫做考前总复习。谁帮他整理的？补习班的老师帮他整理好，所以他就猛背啊这一张考前总复习。而其他没有补习的同学啊，都是自己啊一行一竖啊画重点，还互相呢说，来，你问我问题，我问你问题，看看呢我记的重点啊还有没有遗漏。所以这一些没有补习的孩子，他一行一行在画的当中啊，他已经在学习如何整理资料，如何抓重点，所以他读书的方法都在这个自学当中啊建立起来。而有补习的孩子，他所形成的态度是什么？是不专心，加上啊读书都要靠补习班的老师。所以往往啊一上初中以后啊，这个距离啊就会越拉越远，所以钱啊不见得能够解决事情。很多家长啊，我曾经问学生说，来，有吃早餐的举手，几乎啊一半都没有举手。那我就问啊，我说，那你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没有做早餐吗？他们回答说，妈妈还在睡觉。好，那妈妈没有帮你们安排早餐吗？他说有，都是啊一些零钱啊摆在桌上，这个叫早餐。好，那是一些零钱叫早餐吗？父母啊花了钱，有没有去追究效果？其实这一些零钱可能变成什么？等于电动玩具了，好，等于垃圾食物了。所以常常啊，很多学生到了九点多、十点多啊，那个脸色都发白，为什么？太饿了。所以当父母的要多用点心，了解孩子的实际状况，不然往往啊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啊，你会非常惊讶。我也曾经啊跟家长做沟通，因为他的孩子啊已经啊常常都到网咖里面啊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，他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。那我们要啊劝他呢多关心一下孩子啊，他的回答是，老师，我一大早就要出门了，我回来的时候啊孩子都在睡觉了，我每天啊忙着赚钱啊没有办法。纵使赚到了钱啊，我们也要了解钱是五家共有啊，火灾要我们的钱，水灾要我们的钱，还有贪官污吏啊要我们的钱，还有小偷强盗要我们的钱。而这四种啊还不是最厉害的，哪一种最厉害？不孝子孙啊，那花起来可凶了。你三四十年的积累啊，他可以多久把你花完？可能不到几年就可以花完。所以要啊防微杜渐啊，要能够啊考虑到轻重缓急啊，这个教育孩子啊不容忽视。还有另外一个代理父母啊，就是电视跟电脑。很多孩子
一放学了，佣人啊就把他交给电视电脑。他一看呢，就如如不动了，都是几个小时不动。为什么孩子看电视有这样的效果？诸位同学，你有没有经验啊？你在看电视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在叫你，你都不知道，知不知道原因？因为那个辐射线啊，会让人的脑袋啊，就好像跟世间隔离96个小时的境界，好像一片空白，只有那个影像。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广告啊，电视广告贵得不得了，但是这些商品公司啊，都愿意花这么大的金额来做电视广告？因为啊，人在看电视的时候是不会思考的，所以一看到说哇，这个保养品擦下去能够这么样的光滑，就相信了，然后就会赶快啊去买。而这个电视的辐射线啊，对孩子的身心啊都有很大的障碍。有一篇文章啊，叫《电视带大的儿童》。这一篇文章啊，有登在我们大方广文化公益网。诸位同学，我们在北京啊，架设了一个中国文化网站，上面啊有儒释道三教的教诲，诸位同学可以上网啊去看。那我们整个这一年来啊所做的演讲记录啊，也都有挂到网上。好，它的网址啊是 www.dfg.cn。DFG 是大方广啊 ，CN 是中国，所以我们为人父母啊，要上去了解这些资料，了解电视啊对孩子的杀伤性。而且我们要考虑到啊，孩子看电视是全神贯注，他听老师讲课啊，40分钟能专注20分钟就不错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当老师的很无奈啊。因为我们教学的功夫都比不上谁啊？比不上电视啊，比不上电脑。所以电视所造成的污染啊，我们父母啊，应该啊，要谨慎，要保护自己的孩子。所以纵使要看电视啊，也要选择对他身心有益的电视看。所以孩子的教育啊，夫妇应该啊亲自来教比较好。那很多朋友又说了，那钱啊赚不够怎么办？我们来思考一下，上一代啊都是父亲出去赚钱啊，结果啊还生了5、6个孩子甚至更多。那这5、6个孩子现在呢，不是都活得很好？而且啊，我们上一代的长辈啊，不止啊身体强壮啊，而且对家庭的态度，对父母的态度啊都非常好，都很孝顺。为什么？因为上一代很苦啊，所以孩子从小啊看到父母很辛苦，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啊，时时都想着我长大要怎么样，要赚钱啊，孝顺父母。所以越困苦的生活啊，反而让孩子啊越懂得感恩，越有志向。所以纵使啊养很多的孩子苦一点啊，家庭的气氛啊很和乐，兄弟也会互相扶持，不愿意啊再增加父母的负担。所以朱子治家格言有提到啊，家门和顺虽庸顺不济啊，亦有余欢啊。虽然没有什么钱啊，但是家庭很和乐啊，
常常内心啊也有很多的喜悦。所以我们上了四五十岁的朋友啊，可以回想一下啊，这个童年啊也是很多啊美好的回忆。但是现在呢，生的孩子很少，从小生活就很优厚，所以他就不会感谢啊，将父母的付出啊视为理所当然。那因为从小啊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，所以他的生活习惯啊就比较奢侈。那我们为了要满足孩子的这些习惯呢，又要给他最好的生活，那你就不得不啊赚更多的钱啊给孩子，给这个物质的生活。其实啊这个我们要再啊好好思考了，要不要留很多钱给孩子，要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在汕头啊有一对父母生了六个孩子，后来也很认真赚钱啊，买了六栋房子给孩子住，也帮他们娶了六个老婆，每一个人都帮他成家立业了。结果呢这一对夫妻啊落得什么下场？没有房子住。所以啊这个宠坏了，从小孩子就觉得你给我这些东西啊都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后来呢邻居看不下去了，就对他这一对夫妇啊说，你要告你六个孩子。诸位同修要不要告？要不要告？六个孩子这么不孝，居家戒赠送啊，家庭里面只要走上法庭啊，大半都不会有好事，送则终凶啊。因为家还是以和为贵。假如啊，确实他告了以后啊，他胜诉，六个孩子啊，必须一个人照顾两个月，他就从第一个儿子啊住到第六个儿子，本来夫妻啊还可以活个一二十年，结果这个胜诉以后啊可能只能活两三年。为什么？他的媳妇啊要煮饭给他吃的时候一定用扔的，拿去吃吧。他每天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情绪很压抑，情绪一压抑啊细胞会病变，所以啊本来还可以活一二十年呢，活了两三年可能就得癌症了。但是啊早知今日啊何必当初。所以真正明智的家长再有钱啊也不会让孩子知道，不然他心里面都想，哎，我爸爸很有钱。好啊，现在很多孩子还说妈妈买的爸爸妈妈买的房子呢，他们的心里都说这个是我的，那个什么也是我的。有没有这个现象？有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，你不要看小孩子那里说哦这个是我的那个也是我的，你还在那里觉得他很可爱，哦，那你就要警觉了。所以卢叔叔啊对他的孩子讲，他说我所有的钱啊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所以我一分钱啊也不会留给你们。那你们愿意念书啊，我全心全意栽培你，但是绝对不给你们钱。所以孩子从小的态度是什么？是不依靠，要靠自己，有志向。连出国留学啊，钱都要给他算刚刚好，学费加生活费，多的不给，多给了会怎么样？钱越多啊就会搞出很多坏事出来，没钱啊都没花样可以搞。好，所以钱都算得好好的，然后跟他
孩子啊，约法三章，说你多花的哈，我绝不会寄给你，你就自己看着办。这个说丑话要怎么样讲在前头，然后又告诉他，你假如哈生了一个黑人回来，生了一个白人回来，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我绝对不会认。他的儿子啊，了解他父亲是言出什么必行，所以这个都是先把规矩啊跟他讲好。后来刚好念完书啊，准备回来，他的孩子啊打了一通电话给他母亲，说母亲啊，我现在呢没有钱坐飞机回来。他母亲一听啊，很心急。其实啊，妈妈最好骗。儿子一句话就忐忑不安了。隔天啊，马上就要去给他孩子汇钱。这个卢叔叔呢，马上说：“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算给你看。”他现在手上啊，差不多刚刚好可以买机票。他是了解他爸爸，只要他一回国啊，绝对会让他独立更生，不会再给他钱，所以他希望哈留一手啊，比较有空间，不用汇了，他绝对够钱回来。好，结果呢，他儿子又打了两三通电话，都不给他回应。果不其然啊，乖乖的怎么样，飞回来。结果一回来呢，卢叔叔跟他儿子讲：“好，你已经啊读完书了，要自己靠自己，就让他搬出去住啊。”那个物价很高啊，结果他的孩子去应征一个连锁的教育机构啊，孩子才20多岁哦，要应征董事长秘书。结果很多个人去应征啊，这个董事长在面谈他的时候啊，面谈了2-3个小时，后面的人啊都没进去。董事长问他：“你这个计划书真的是你写的？”不相信呢，20几岁能写出这样的企划书？诸位同学，为什么他的儿子可以写出来？被谁磨练的？所以啊，真正爱孩子的父母啊，是要好好的历练他，成就他一生的人格跟做事的能力。所以应征完之后啊，董事长后面的都不争了，对他说：“你要多少钱啊？你说，薪水自己开呢。”诸位同学，希不希望你的孩子去应征的时候薪水自己开？当然啦、啊，他儿子会不会开得太夸张啊？也不可能。所以后来啊，当得很好。当没有几个月啊，就发薪水，又加薪给他。结果啊，加了3000块台币啊。他马上啊，分给他部门啊另外2个同仁，一个人1000块，自己也1000块，所以这个是处处啊会替他的伙伴着想。一个孩子有这样的态度啊，起因啊都是他的家庭教育问题。所以你看，孩子有这么样的独立的态度啊，完全是因为父母跟他的一种教诲。所以我们再有钱呢、啊，不要啊给孩子知道，也不要啊留给下一代。所以俗话有讲到啊，贤而多财啊。一个孩子有贤人，但是啊你给他太多财富啊，则损其志啊，会让他本来很有志向怎么样，就越来越玩物丧志了。愚而多财，假如啊孩子比较愚昧啊，你要给他很多钱呢、啊，则益其过啊，会增长他很多的坏习惯、坏习性，很多过失。所以在汉朝开国的时候，刘邦分封了100多个功臣，帮他打天下的人。分封下来啊，都有土地，都有房屋。经过100年以后，史学家调查这100多个
功臣啊，现在的家庭状况如何？结果这个史官非常惊讶，100多个人啊，几乎完全已经啊消耗殆尽，还有的子孙啊，已经轮到街头要饭，只剩下不到10个人啊，家族还兴旺。其中有一个家族啊，就是萧何的家族，还很兴旺。而萧何当初啊，在分封土地的时候，没有去争那个市中心的土地，他反而去争去要的土地啊，是比较贫瘠的。萧何就说了：“贫瘠的土地啊，没有人抢；贫瘠的土地啊，子孙不耕作啊，怎么样？”没饭吃，所以他就很勤奋啊，很节约，所以这个勤俭持家、啊、就可以延续下去。所以100年以后啊，他的家风啊还没有衰。好，所以纵使啊，我们夫妻只有一个人去赚钱，只要、啊、省吃俭用，还是可以维持下去。而更重要的，在省吃俭用当中，孩子勤俭的态度啊，就扎根了。这个利益啊，相当的大。那诸位同修，是不是一个人赚就比较少？我们昨天也提到啊，财富啊，要如理如法去求。而财富的真正原因在哪？在财布施啊。所以我的姐姐当初啊，也是在公家机关上班，后来怀孕了、啊、她就把工作、啊、辞掉，还在我们家、啊、待产。那刚好在那一段时间之内啊，我就有很多机会啊，跟我姐姐沟通教育的观念，跟她讲的话特别多。所以我那个外甥啊，一生出来啊，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啊，眼睛就怎么样转过来，哇，这个声音太熟悉了，这个声音很唠叨，常常在那里喋喋不休。好，所以啊，我的姐姐呢，她就把很好的工作啊就放掉了，人生有舍有得。结果反而啊，她辞掉工作以后啊，我的姐夫啊越赚越多，一个人赚了、啊。那常常啊，我姐姐有一些闲钱啊，因为其实在家里面带孩子啊，也用不着什么钱。我的姐姐啊，就会把钱呢拿给我，她说啊，你去帮我呢布施掉，帮我印书，帮我拿去国际赈灾都没有关系，她很信任我，叫我全权处理。那有一次啊，他们去一个大卖场买东西，刚好是刚开幕，结果就有抽奖活动啊，可以填资料，我姐姐就把它填一填了，就放进去。她的第一特奖啊，是一台轿车。结果呢，过没多久啊，电话响了，她说：“蔡女士，你们呢抽到第一特奖，一台轿车，又把车子怎么样？”开回来，所以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？有种布施的因，迟早会得到财富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理得心安。而当我们相夫教子啊，也能够辅助先生啊，在事业当中啊，不会有太大的偏颇。结果因为孩子从小自己带啊，在吃方面呢、啊，就特别注意，让他吃的营养，所以孩子从小抵抗力就很好。诸位同修，一个孩子从小抵抗力好，一辈子可以省多少钱？你看现在多少家长，一流行感冒啦，常常都要去报到，花的是金钱，花的又是时间，花的又是体力啊。而当孩子从小身体不好，他这一生啊，就相当吃亏了。
所以我们教孩子啊，还是要能够啊夫妻分工。刚好我在上海讲课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啊，一定还没结婚呢、啊、她就走过来，她说：“蔡老师，假如啊，这个太太的工作能力呢，比先生高好多倍，那还要太太出去工作吗？哇，还要太太在家里照顾孩子吗？”诸位同修，您觉得呢？假如太太的工作能力很强，先生啊也有这一份心啊，要留，很喜欢照顾小孩，很喜欢教导小孩，那这个夫妻啊配合也很好。反正最重要的要抓住一个重点，一定要把下一代啊教好。至于怎么配合啊，夫妻啊要协调。那当然哈，爸爸能不能只是赚钱而已？不行啊，要父子有亲啊，我们也是要多跟孩子啊有互动，有关怀。那很多父亲就说了：“我忙得要死啊，人在江湖，怎么样，身不由己。”其实人啊，不想做啊，可以找1100个理由，但是想做的话，一定可以排除万难。所以其实啊，跟孩子相处啊，不是说你每一天要好几个小时，最重要啊是有没有心呢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当父亲的人，假如真正有心，好，每天抽出10分钟、20分钟陪孩子，而且要持续不断哦。然后在这十几分钟啊，大哥大一定要关掉，其他的干扰要关掉，不然你坐在那里陪孩子陪十几分钟，接了2-3通大哥大行动电话，孩子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啊？他说：“爸爸，你还是去接电话吧，不要在这里吵了。”感受到啊，虽然呢父亲的身体在这里啊，心有没有在这？没在这。好，所以这十多分钟啊，我们可以啊讲圣贤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故事给孩子听，每天啊讲2则。那只要你持续去做啊，孩子会感受到啊父亲非常关心我，非常爱护我。他走到学校去，他会很有自信告诉同学：“我爸爸每天给我讲2个德育故事。”同学就会报以很羡慕的眼光，他会接着说：“来，我讲给你们听。”所以啊，一个父亲假如每天花10多分钟啊，可能往后会造就一个讲经的人才。好，因为孩子每天都去讲给别人听，当他在讲的过程啊，他要重新啊熏习圣贤的典范。所以最重要啊，我们还是要有这一份心啊，腾出时间来。那人生啊，有一堂课啊是必须修的，就是要学会拒绝，学会拒绝。因为家庭需要经营，假如我们把很多时间耗在应酬，耗在不重要的事情上啊，那时光很容易就流失掉。那诸位同修，怎么样拒绝一些没有必要的应酬？有2张王牌啊可以打。第一张王牌啊是父母，比方说朋友啊，这个强拉着你啊要去吃喝玩乐了，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很不巧，我已经啊上个礼拜跟我母亲说啊，今天一定要回去啊陪她，陪她吃晚饭。我已经1个多月啊没回家了，真不好意思。”你讲的这么样的真诚呢、啊，对方突然会想到说：“哦，我也2个月没回去了。”说不定你这样的心啊，唤醒了他的孝心啊。所以呢，第一张王牌呢，
就是用父母啊来拒绝。一般的人啊就不会强你所难。第二个王牌啊，就是妻子、儿女。假如朋友要找你去应酬了，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说：“啊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哦，跟我儿子啊在学《弟子规》，已经约好啊，今天要给他讲两个德育故事。好，《弟子规》又说凡出言啊，信为先。”所以我不可以失信于孩子，不然我就没法教了。那一般的人听了啊，他也不会强你所难。所以这两张王牌啊，要时时放在手上，随时可以打出去。那假如你这两张王牌都打完了，这个朋友还是要拉你去应酬，怎么办？人生啊，要懂得取舍。这样的朋友啊，我看就算了吧。要敬而远之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夫妻啊取得了这一个共识之后，那我们呢要来把家庭经营好，首先呢要有德行，要有德行。所以先生啊要懂得有恩义、情义、道义。那当太太啊，我们说三从四德，这个四德啊叫妇德、妇言、妇功、妇容。那先生对自己的父母啊要有恩义，因为教啊是上所施下所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表现得很好，让孩子来学习。对父母啊要有恩义，对太太呢要有情义，对孩子，因为我们把孩子生了就有责任了，好好教导他，所以对孩子要有道义。要把这个义啊演出来。好，那太太呢要有妇德，妇言、妇功、妇容。好，俗话有说啊，儿子孝啊不如媳妇孝。假如媳妇孝顺啊，整个家庭非常和乐。但是假如媳妇没有德行啊，那可能会搞得整个家里啊鸡犬不宁啊。所以妇德相当重要，而母亲啊从怀胎开始对孩子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所以中国的教育啊从胎教就开始了。我们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孩子已经十多岁了，刚好去了海口啊，把《弟子规》开始推广之后啊，他自己察觉到啊，没有把孩子教好，也很遗憾。不过呢，他因为这个遗憾啊，就不愿意往后的父母啊再把孩子教错，所以他随身都携带啊《弟子规》。有一次去剪头发，刚好这个理发师啊怀孕。他马上呢就把这个家庭教育的观念啊告诉他，顺便啊送了他一本《弟子规》，还有一片啊《弟子规》的光碟。后来呢，这个理发师啊也生了孩子，刚好他又去给他理发。这个理发师就跟他说啊：“
他说我的孩子啊，只要在哭的时候啊，我把那个《弟子规》放下去给他听啊，哦，他马上就不吵了。所以这个胎教啊，确实存在。而当孩子生出来以后啊，都是看着妈妈的一言一行，那无形当中的影响啊，就非常深远。所以当母亲举手投足都非常端庄啊，那孩子他就会引以啊去效法，去模仿，所以这个妇德啊就很重要。再来妇言，人与人啊沟通，言语的互动最多。假如母亲讲话尖酸刻薄，那孩子讲话可能也不会太客气。我们常常啊也有看到一些同学到他们家里去，他们家人在讲话的时候啊，就好像在吵架一样，讲话特别大声。然后我们跟他说：“哦，你小声一点。”他会怎么回答？我们都习惯了，就是这么大声。这个习惯啊，在家里可以啊。假如到新的单位去，到新的环境去啊，别人了不了解啊？不了解啊，你讲话那么大声啊，很可能会引起别人的误会啊，无形当中啊，还会让自己增加一些阻力啦。所以从小讲话不止要厚道啊，讲话的声调啊，也不可以太大声，不可以太急促。这个《弟子规》啊，都有教。凡道至，重且疏，勿急急，勿模糊。所以这个讲话，家长也要教。好，当孩子讲话很着急的时候，你要有耐性啊，陪他学习。你说来，你慢慢讲。好，妈妈在这里听。假如他又讲得太快或者讲错呢，你还是呢，继续很有耐心啊，告诉他从头讲清楚。当他这个习惯一养成啊，往后啊，他讲话就不会这样急促。好，那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刚好呢在接电话，接完电话，他的儿子在旁边呢就对他说：“他说妈妈，刚刚一定是爸爸打的。”为什么儿子一听就知道是爸爸打的？因为从妈妈讲话的语气态度啊，就知道一定是爸爸。所以这个母亲啊也警觉到，因为她对先生讲话的态度啊比较不好，比较不耐烦。什么事啊？结果啊，她也很有敏感度啊，当场啊就觉得一定要转过来。所以当天啊，她的先生又打电话过来，他一看呢，手机上是显示先生打的，马上接起来：“喂，你好。”他先生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”后来啊，没多久又打过来：“哎，怎么是你呢？”所以这个妇言啊，不要小看这个言语，孩子都在观察，都在学习，要让孩子啊有平等心。好，再来妇功，因为古代女子啊，她要学那个纺织啊，做一些女工。那现在当然了，纺织业这么发达，那不用学这个了。因为要把一个家庭经营好啊，确实也要有本事。像我母亲退休了，但是啊，每天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啊，也是要花好几个小时，所以相当不容易。但是这个付出啊很值得，因为孩子一进这个家里面啊，整个家就是一个教育。假如家里面乱七八糟啊，眼所见啊慢慢就内化，所以乱的时候啊他也无动于衷。可是假如家里很干净啊，他很习惯这样的状态了，所以只要看到乱啊，他也会主动怎么样去把它
整理好。好，除了整理家庭之外啊，假如家庭里面啊都没有人煮饭，常常都是吃外面的，第一个，身体会不会好？绝对不会好。身体一不好啊，家庭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。再来，这个身体不好以外啊，家庭气氛容不容易凝聚？通通都各管各的，各拿着钱出去吃饭，所以整个凝聚力啊会越来越松散。所以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句口号叫“爸爸回家吃晚饭”，这个就相当重要。我父亲啊很少在外面应酬，啊，所以家庭气氛啊很好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啊，要学会这个煮菜的能力，啊，当然不能说啊，完全都是太太来煮，啊，先生啊，也要学习啊这个能力，啊，到时候呢，太太在忙的时候啊，都可以帮得上忙。一个人做事啊，跟两个人做事感受一不一样，啊，那截然不同。有人帮忙的时候啊，内心也会啊非常喜乐，所以这个复工啊也很重要。再来复容，就是妇女的容貌啊要注意。很多先生啊可能走进门去啊，看到太太呢会吓一跳，说：“哎呦，怎么长这个样子？”因为啊，很多女性啊，她生完产之后啊，就觉得呢，生产跟不生产是一个临界点，生完产以后啊，叫做老妈子，所以就可能会开始自甘堕落，就不修边幅，所以常常啊会把先生吓出去。所以这个妇容啊，很重要的是要举止端庄，啊，要用得整整齐齐的，让人家看得赏心悦目，绝对不是叫你涂的哈，大红大紫哈，然后拍一下还会掉一层东西，好，这个就太过了。好，当你很端庄，好，你不要那个睡衣啊穿着满屋子跑，先生看不惯啊，还有孩子怎么样，看了都邋遢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啊自爱，还是要端庄。这个对你家庭气氛啊跟夫妻之间的相处啊都有莫大的好处。好，那这个女子的四德啊，男子要不要遵守？要嘛，所以男女平等。所以当先生要有夫德，那你才是孩子的好榜样啊，才会赢得太太对你的尊重啊。再来敷衍，你先生讲话假如很粗鲁啊，尖巧语秽污词，那你的孩子都学去了。好，再来，夫要有工作能力啊，才能把事业经营好。那家里一些工作啊，一些活啊，你也都会的话，那就可以互相帮忙。最后啊，先生也要妇容，假如你吃饭的时候脚都抬到椅子上去，那孩子会不会学啊？假如你先生在家里穿得很随便，那孩子也会很随便。好，所以这个男士也要做到。那我们女士要不要有恩义、情义、道义啊？都要有。好，这一些德行啊，都是通自信。好，当我们有这么好的榜样啊，孩子一定会教得很好。那我们看到啊，现在的状况啊，离婚率怎么样？节节攀升。我记得我在海口第一次啊，刚好跟一些朋友啊一起吃饭，在同桌里面啊有四个女士，三个啊已经离婚了，一个啊准备要离婚，孩子才1岁，我们看得很紧张啊，
因为代班的时候啊，三分之一都是有离婚状况的家庭，好，有隔代教养状况，我们不愿意啊有更多的孩子人生出现很大的遗憾，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啊，要力挽狂澜，饭不能白吃，所以借由这个吃饭的机会呢，我就开始抓时间点了，可以呢做一个沟通，所以看到时机成熟，话锋一转，我说夫妻相处啊，只要能够啊守住一句真言啊，保证可以白头偕老。这一个准备离婚的朋友啊，马上眼睛都瞪得很大，耳朵都竖起来，准备听。我就接着说啊，只要从结婚开始到终老啊，只看对方的优点，不看对方的缺点，就可以白头偕老。结果这位女士听完以后啊，眉头深锁，诸位同修都没有眉头深锁，大家的修养都很好。哦，她就眉头深锁，她说：“蔡老师啊，好难哦。”我记得我在珠海演讲的时候，当我把这一句真言讲完，底下有一位女士啊，马上呢喊得很大声。他说：“没有优点。”结果啊，我就对这位女士说：“我说我真的很佩服你，你先生没有优点，你还敢嫁给他？”啊，所以啊，人真的都是健忘的。我就呢，把这个时光。小叮当的时光穿梭机啊，借给他。我说啊，我们回到啊，还没有结婚以前，男女一开始交往，在热恋的时候，每一天啊，还没下班呢，在那里看手表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？怎么都还没有五点半？好，我要赶快下班啊，去接我女朋友，好，到那一家新开的饭馆，去请她吃饭、喝咖啡。吃完以后啊，还要去翻报纸，现在哪一出电影啊特别好看，所以为什么俗话说只羡鸳鸯啊不羡仙，因为在那个当下彼此啊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能为对方啊做什么，当对方时时处处都为你着想，你内心有什么感受啊？觉得很喜悦，很温暖了。所以我们昨天讲到，爱的感觉是什么？是温暖的。好，等谈完恋爱啊，步向地毯的那一端，结婚证书啊，咔盖下去了。好，从我能为对方做什么，突然一变。变成他应该啊替我做什么，这个心念一转啊，从天堂到哪里去了？哦，你看，假如对方每一天就讲了，你这里没有做好，那里没有做好，你每一天生活觉得怎么样？很有压力啊，这个压力久了以后啊，就会越来越难受，所以天堂跟地狱只在一念之间，所以我们能把天堂变成地狱啊，我们也能把地狱啊变成天堂。好，那怎么个变法，我们下一节课再一起来研究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